你好，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539朋友们、会员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呢是8月25号，星期五。我们现在不会再说，昨天开奖就是没中，有中我们是报告中奖报告，没中就不报告了，免得伤感情。前天的牌今天开，这个月10次9次都是如此。这个也没什么，不中就是不中。今天是我们第六次开奖吧，第六次，今天是第七次喽，今天是第七次开奖，那我们第七次开奖，大概记住喽，大家用凹的，第七次开奖，或者第八次开奖，我们是要用 I 的，第七次到第八次开奖是用凹的。大家要注意一下谢谢。